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，3月17号，美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，并公开炒作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。美方此类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是十分危险的。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。